里是过把瘾栏目精心打造的首季黄梅戏戏迷群英会，来自全国各地的黄梅戏戏迷将汇聚北京。你感觉人家傻大哥在那边，我就想恨不得冲上台做你的道具。激情唱响黄梅金曲，真情袒露心路历程。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过把瘾举办的首季黄梅戏戏迷群英会复赛的比赛。那我们这次的群英会啊，分别在三地，有来自湖北黄冈的戏迷，还有来自安徽安庆的戏迷，当然还有来自首都北京的戏迷等等等等，全国各地将近400位选手在这三个地方啊进行了海选，最终啊有63位选手来到了我们的复赛的舞台。那今天我们在这儿进行的是复赛第三场的比赛，也期待着今天的选手都能够有一个出色的发挥。好，我们再次来欢迎一下各位评委专家，他们是周山评委，欢迎。欢迎侯露评委，欢迎。欢迎赵圆圆评委，欢迎。欢迎于顺评委，欢迎。那下面我们的比赛就要正式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主角马上登场。首先上场的是谁呢？来，我们掌声欢迎第一位选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马鞍山风云剧社的戏迷王艳。能够进入复赛，我的心情又激动又紧张，希望这次比赛我能够发挥正常，能够把黄梅戏唱好，谢谢大家。
春梅放花你就切莫羞啊，三月里桃花枝水是做菜，哎，说说做菜吧。一说到这个话题，很多人都觉得饿了哈。最擅长做什么菜？是安徽菜吗？可以这么说。啊，糖醋排骨。有什么独门秘籍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以前呢也是学过这个烹饪。啊，原来学过烹饪的，然后在学校里面老师也教过做这个菜。原来开始是按照书上，然后呢，其实实践和书是不一样的。啊，然后你经常做，经常做，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做这个糖醋排骨是越来越好吃了。这个糖醋排骨跟唱黄梅戏一样，熟能生巧，就得越来越熟练，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听，越来越好吃。对，我做菜是不管是做什么家务事，我都要尝。就一边唱黄梅戏，一边做糖醋排骨。做菜也是，做家务也是，反正就是唱。人常说一心不可二用哈，你这一心两用了，而且还都挺好。就是唱到情感上来的时候，我就停下来嘛。唱完以后糊了一会儿，停下来。好，来听一听评委老师的点评。这一段呢，它跟其他的那个唱腔的那个歌唱性它不同。这一段呢，它要讲，唱的像讲话一样，这样越亲切、越仔细、越倾诉的，那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去呈现这段唱腔。你刚刚唱的时候呢，前面呢就是有几个咬字啊，我也要提醒你，字头呢要重一点，要咬住。带住了哥哥的手，你是手跑掉了。举起你我当啊走，粗安静话唱，粗也不要跑掉，你就是一定要把那个咬住，然后尾音收住，不要跑掉了。以后呢，在咬字中的这方面呢，就多加注意一点。我觉得你往后唱的是越唱越好，你的情绪把握还是挺好的。你非常有勇气敢唱这一段，因为这段是非常难的，看似平淡，但越是平淡的东西，它是越不简单。所以，我祝贺你吧。你有一个特别好的长处，就音乐过门一响你就进戏了。那你这一点是。真的很多人都做不到，或者是要花很长时间去锻炼的，但你能始终在那个戏里面，不管我唱成什么样，哎，如果你放松下来的会唱得更好，更吸引大家去听，啊，不错，谢谢老师。究竟能否成功晋级呢？来，请评委表决。绿灯，谢谢，一盏红灯，祝贺，谢谢老师，晋级。好紧张，能晋级我非常激动，我会继续努力把戏唱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叫张慧玉，来自安徽安庆，很荣幸能进到复赛。
初赛呢表现得有点紧张，有几句没有唱好。挺喜欢你的，挺喜庆的，恭喜你晋级。希望这次在复赛中我能表现的把自己的真实实力拿出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加油。从事过六份职业了。六份啊？哪六份？当过人偶剧演员，然后做了一个星期的艺人助理，然后还做了一份那个话剧演员。还当过话剧演员？就是简单的小型话剧。你看我们在座的有一位老师侯璐评委，也是曾经学习过话剧，是吧？对，您觉得他表演话剧有那个潜力吗？他主要是按他的个头和那个来说呢，一般都是小花，咱们戏曲里叫小花旦。然后咱们的那个人偶演员啊，包括那个儿童剧啊，甚至包括就是咱们的话剧舞台上需要出现孩子，也是需要这样个头小小的，然后挺讨喜的，然后有的时候剃了头还能演男孩，然后穿上那个人偶的衣服可以去演小白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看老师给你了肯定哈。那你最近为什么又离职了呢？
打算找什么样子的工作呀？因为我想不断突破自己，然后让自己在各种工作中得到一定的成长。然后呢，接下来我想找一个跟自己专业相关的吧，然后干干导演助理。希望哪位导演如果看中了我，就跟我说一声，这样我的工作就解决了。他了解舞台，熟悉表演，从这儿起步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关键问题就是说，学导演还得要进学校去，认认真真的去读几年书，那是一行，隔行如隔山。所以从你现在的那个舞台上的表现，应该说可以看得出你是经过训练的。他掌握自己应该说是没有问题了，就是因为你导演是领导别人，指导别人演，对不对？那么就看那个时候你说演不好，我上去给你来一段，那不行的。你要有分析，你要有一些手段的，那个还是有一个距离。希望你能学好。谢谢。我觉得你应该是今天这个所有选手里面你是另辟蹊径，其实蛮符合你的。很多选手啊，都就是比赛的时候选的，肯定都是黄梅戏嘛，大家都选大家都熟悉的一些唱段，主要是平词为主。但你今天选了花腔，其实花腔是最原始的黄梅戏的这种表现形式，其实很讨巧。今天你就是干了一件很讨巧的事儿。我也觉得挺好的，整个身段呢，一看就是一个专业的。唱的也不错，挺好。究竟能否晋级呢？请表决。四盏绿灯，祝贺成功晋级。谢谢天威老师。你好，坐下吧，领会吧。有点紧张，不过还好。希望自己在接下来的决赛中能拿到更好的成绩。老爷公子厚脸干，不是你别脱衣服，这什么意思啊？我特别特别喜欢你。在这个难忘的时刻，电视机前的观众跟我们一起记住，在我们过把瘾的舞台上，有一对新人会因为黄梅戏走到了一起。他都着急死了，不是我按住他就上去了。对，他们看见。嗨，大家好，我来自安徽省马鞍山市严凤英戏迷票友社，我叫汪洋。愿我的戏声唱腔像一汪泉水一样融入您欢乐的海洋。做梦都不敢相信我能来到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首季黄梅戏群英会的录制，马上就要上场了，心情非常激动，非常紧张，希望大家支持我。谢谢汪洋。等会儿我有事要麻烦你。不是你别脱衣服，这什么意思啊？不是，我们马上给我签个名。吓我这是我多少年前的照片了？
这是我给你，不是我给你的吧？是是，这还有一张短头发的。对对，这个我特别喜欢你。我家电视从早上打开就是你，然后晚上睡觉还是你。我怎么不太记得？谢谢，这盛情，我也不能怠慢。但是我怎么觉得我们俩现在这个位置换了，好像你是主持人似的。可以了吗？啊，好，现在你说吧。可以了，我可以说了是吗？我说什么都忘了。就可以采访我了。哦，可以采访你。好吧，我想想采访你什么。哎，对，我听说您全家都反对您学黄梅戏是吗？是这样的，我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那个戏曲，然后只能听收音机，然后到了过年的时候呢，回趟乡下，然后呢，好不容易看到有那个别的地方草台班子来戏团来我们这个村演出，然后我就去凑热闹，就看看戏。看戏呢，我那时候个子比较小，我就是爬到那个村口那个大树上去，那个时候就是能够看的那个高瞻远瞩嘛，然后呢就是看到这个望亭的时候呢，我就在上面跟着这个演员的身段做身段，然后在树上表演啊，对，然后就碰咚一下，摔下来了。我现在我跟我妈妈说，我去唱那个到外面唱戏去了啊，她说你当心别摔着啊，就这样说，别在树上唱啊。好，那今天来到我们过把瘾的舞台了，那对着我们的镜头对老母亲说一句。妈妈，我上中央台了，我圆了我自己的梦，我要唱戏，还有老婆，谢谢你在家照顾女儿，我一定努力。来听一听张家老师对你的点评。我个人觉得你唱的情绪很到位，而且呢唱的嗓音啊韵味啊都很不错，我觉得你可以坚持下去唱得更好，好吧，谢谢。哎，我周山，我问你一下，你觉得这段唱就是按照这样卡拉 OK 式的这样自娱自乐的唱呢？我正想说呢，它有一点这个混搭，不过我是希望把那个现代的元素融进黄梅戏的这个艺术，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然后把我们的黄梅戏呢给发扬光大。如果是仅这个段子，我倒认为没有什么不妥的，别的段子我就难说了，如果是很抒情的段子节奏再慢了，我就不知道你是就不能用这种方法去表现。我在那边是我们那边的就是花腔高手，平时专唱花腔的，平时我欠缺一点，但是我也会用这个传统的方式给演绎出来的。好的好的，不光是唱花腔，平时一定要学花腔，平时是黄梅戏的两个最主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你一定要把这不光上花腔，不光是给我们带来欢乐，也要给我们带来惆怅，一样好。究竟能否成功晋级呢？请表决。两盏绿灯，对，两盏红灯，好，谢谢。大家好，我叫陈维忠，来自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文联，很荣幸这次能够顺利进入复赛，我马上要进入复赛现场了，请大家多多支持我。淡淡洒。
流连绵，处理不安百环，难免终后遇见几风嘲笑酒是的啊，这次来报名参加过把瘾。其实呢，我的大女儿女婿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要结婚了，但是呢，由于女儿女婿他们支持我上这个节目，他们就把这个时间让给我了。本来要定在这个日子结婚的。对对对对。但是就是因为您要参加我们的栏目，所以他们也从安庆来了。其实说起来啊，我们真正是一家黄梅戏，黄梅戏迷啊。我跟我爱人26年前因为唱黄梅戏走到一起，大女儿谈的对象也是一个很喜欢黄梅戏的戏迷啊。那咱们今天都当陈家的亲朋好友，咱们共同来见证一对新人喜结连理，好吗？来，有请新郎新娘入场。大家好，新郎陈少华，欢迎新娘陈小燕。大家好。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还不明白是要干嘛，但是我就看见一对新人来了，我以为是按照剧情里面的需要，但没想到是真的一对新人啊。那今天既然是婚礼啊，一定要有一位主婚人、证婚人，那我们就这样，请出评委当中的一位好吗？有请侯璐老师，有请，为一对新人贺老师主婚，谢谢侯老师。非常意外，在过把瘾的舞台上为两位新人结婚，我觉得真的，我待会儿再说我的心里话，还是要把你们的父母亲友都给请上来，这个婚礼一个不能少。好，来欢迎。大家好，我是妹妹。哦，是叫什么名字？陈小翠。陈小翠怎么称呼您？大家好，我叫汪爱琴。你看今天真的都是闪亮登场啊，都非常的漂亮。来，我们有请侯璐老师主婚。新郎新娘跟我一起上前一步，在这个难忘的时刻，电视机前的观众跟我们一起记住，在我们过把瘾的舞台上，有一对新人会因为黄梅戏走到了一起，
我们祝愿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永远永远相亲相爱，永远永远唱着咱们的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接下来得看您的点评了，我们刚才只是一个小插曲，究竟能否晋级呢？我们要来听专家老师的点评。陈老师啊，我们刚才跟你一样看了一场这个婚礼啊，把你那个唱也忘记了。开玩笑啊，要说我一点小建议呢，就是你有时候唱就是太用了这个劲啊，用得太拙了一点，不是每个字都要把它放大去唱，也不是每个字都要把它加重声音去唱。我觉得更柔情的唱，有些段落特别像这种段落一个人沉思的时候唱，那样效果会更好。这样子呢，到后面那个高的时候，激昂的时候，要爆发心声的时候，这样子再强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好的对比，好吧。那么面对这台上这个浓浓的这种亲情，没什么，成人之美，送一票。谢谢。好，究竟能否成功晋级呢？请表决。四盏绿灯，恭喜成功晋级。我们一家从几十年起就开始喜欢黄梅戏，唱黄梅戏，能走到今天是很不容易的，谢谢过把瘾栏目，谢谢。大家好啊，我叫崔玉玲。欢迎晋级，今天能够参加过把瘾的复赛呢，我非常激动啊，现在我马上就要上场了啊，希望大家给我加油。秋风
给我们带来的是《女驸马》当中的唱段啊。我们先来听一听评委专家老师的点评。给你提一点意见，就是你这段戏呢，实际上它是有心理活动的，它表面上很温，一个女孩，一个小姐在绣楼上，然后她自己想自己的心事，在那叹气。唱到什么地方呢？唱到了那个她自己的婚事的时候，父母，因为实际上这出戏从这个地方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冯素珍将来会为她的爱情去赴汤蹈火，去当女驸马。所以到唱到她爱人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得要感情就要滴溜起来了。其实说白了，前面的唱段就是现在那个比较流行的词，就是很忐忑的唱，后面就是很坚定的唱，对，对吧？对，就是这段唱腔呢，他做的呢，那个作曲的那个做的这段唱腔的时候，它是比较平缓的这样一个节奏，但是呢，它是跟我们那个唱腔的那个韵腔一样，它要低音高唱，就是越在平缓的这样一个旋律里面。我们作为一个演唱者，他一定要饱含着这种激情和这种激动的这种状态去唱，然后才能很涌动的，才能去更好的去有节奏的这样去一个呈现。对，唱出他的那个后面那个地方，要唱出他的能动性来，要积极。他这么冲出去了，你知道吧？哎，积极。你现在给我们感觉就是从头到尾就都是一样的，哎，都温了。魂扑直续哈。好，谢谢评委专家的点评，来，请四位评委。三盏红灯，一盏红灯，非常遗憾，再次感谢您到来，谢谢。我如果下次还有这样的机会，我一定先准备好了，有更好的表现吧。我希望还有机会上来。山高自深。他都着急死了，不是我按住他就上去了。感觉有点傻大哥感觉的，有点。然后呢，这个表现力还不是太强。我就想，恨不得冲上台做你的道具。今天的表现力非常好，挺好的。好，林海光。我叫陈曙光，非常荣幸能参与到过把瘾栏目的福赛的这个场合。希望我们能有更好的水平，发挥更好的成绩来奉献给大家。还有什么话要说？快说，我们可以上场。你看你们的场面十分火爆，加油吧！好，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好，再见。出门。
书至今是单身。说说怎么就想着一起来参赛呀？本来呢，是我很多朋友都说，让我一个人过来，但是我们这个会员呢，他特别的是痴爱就是黄梅戏。他本来是一个企业家的一个老总，他很不容易，也就在半年前他才真正的学唱黄梅戏的。哦，学了才半年时间。对，所以呢，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无为县戏剧家协会里面嘛，我是副会长，我也有这个责任，带着大家，带着大家，对，是这样的。好，来听一听张江老师对你的点评，哪位老师先说？这个吕新民今天表现得非常好，谢谢。他是唱得很从容，而且有表演，有交流。这丙大哥今天这么聪明的，他这个表现，这个樊家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居然没有。其实啊，于顺他比较着急啊，这个戏就是他演的，你那个樊家树也是他在台上面唱的。他都着急死了，不是我按住他就上去了。你是大学生，他问你话，其实你早就知道，而不是他唱完了你才傻了。哦，不是那个风流倜傥的那种小生，你感觉有点傻大哥感觉的，有点像。那个那段戏最精彩的在最后抓手，你没有抓手。他现在要好戏，过去都不敢看我。我从来不看，他不敢看我的。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大哥的形象挺好的，身高啊、气质啊，都挺好的，在唱上面再加固一些。从我这个位置可以看他耳根都红了。看来我们这个男士沾女士的光更多一点，因为接下来我们的表决呢，不是给某一个选手表决，而是给这一个组合表决。来，究竟成绩如何？请四位评委表决。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小老师。两盏绿灯，两盏红灯，非常遗憾，差一盏灯。你很遗憾吗？很遗憾，我们还会来的。我叫范文娟，是来自江苏溧阳的选手。我这次来参赛，心情非常激动，希望大家能给我加油鼓劲，我一定会努力的。家，出得
那我们来听专家老师的点评。其实呢，戏曲演员呢挺不容易的，同时要在舞台上呢唱作练打。我们现在打少了，但是呢，有些更多的我们呈现剧目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舞蹈，现在是唱作练舞。那对于你来讲呢，刚刚其实在舞台上呢，我觉得已经就不错了，难度非常大，因为分别这一段呢也是唱腔的难度也挺大的。那同时呢，你又是做了很多的我们的表演的动作，对人物的那些动作，我觉得呢都是挺不容易。应该是练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可能因为你今天嗓子哑了，然后呢，这个表现力还不是太强，还不够很完美。我跟圆圆一个同感，我觉得你对这个剧本，对这个词，我觉得你还是理解，非常理解的。所以你非常的，我感觉到，我不光是听你的这个声音，哪怕你声音上有瑕疵也好。但是我觉得你的整个的情绪还是很连贯的，给我们我感觉到能够触动我，因为我感觉我对天津妹有一种非常深的情怀，你知道我当时看你趴着我就想恨不得是冲上台做你的道具，我是这种感觉，所以你今天这个表现不影响我还是非常看好你的。七仙女的这个服装啊，不是很最关键是他们俩都演过董永，知道吧？他们在台上演了无数次的董永，不是很人物。对他们看见七仙女这样，他接受不了。对，这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开小店的，对，太挑剔了。周老师不能这么挑剔，照着张老师张小平版的做的。哦，就照着他的做的。那怎么你是照着他们那个改良版的那种？就是哎。还有一个范老师呢，他唱的有一点，我刚才跟侯璐老师耳语了一下，我说我最喜欢听的就是您那种嗓音。谢谢。就是京剧说的那种云遮月啊，就像玉一样很温润，不吵人不闹人。当然了，你今天唱的不好，没发挥。今天你所有的气息和嗓音全部都是在喉咙这一块没有沉下去，没有通。对的，还是要放松啊。对，有点紧张。好，是否能够成功晋级呢？请四位评委表决。两盏绿灯，两盏红灯，再次感谢，谢谢您。我还是有点遗憾，就是有点紧张，嗓音那个没打开。我是来自安徽泾县的戏迷汪建，我今天能够来参加中央电视台过把瘾这个节目，心里非常高兴。过把瘾栏目我来了。
我是靠十万莲花拦住老夫你把当打的我满肚火要把火难把火自己的学生要保护我是大哥们呀对面想把小姐带师傅回到家中天可以说是一位经历非常丰富的人啊。听说你换过很多的职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是都跟服务行业有关，是吗？对对。嗯。我是2000年一个企业倒闭以后，自己出来修过自行车，卖个早点，开个饭店，现在呢开个小宾馆维持生计。但是唯一不变的呢是非常喜欢黄梅戏。嗯，始终不变的是对黄梅戏的那份执着和热爱。听说你的收入并不是说特别的丰盛，是吗？对。但是呢，你却自己自费举办了很多次的名家名段的演唱会，这是怎么想的？对对对，我是最近呢已经办了2届全国黄梅戏名家名票，在我们安徽泾县，就是去年办的第2届，我自己跟我爱人商量了以后，把积蓄全部拉出来以后。自己贴了10000多块钱办了这场晚会，当时也请他安庆的几个名家过去了，然后全国的基本上名票都到了场，而且非常是一个黄梅戏非常一个大的一个盛事。但是我想记住那个平台呢，就希望把黄梅戏介绍给更大的观众，而且我们是全部是义务的演出，没有收取一分钱的门票。不售票。不售票，全部做的是公益活动，活动就是为了黄梅戏，我就是喜欢黄梅戏，我愿意为他做事，为他奉献一切。对。谢谢。来听听今天专家老师对你的点评。你唱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不看字幕，可以听懂你在唱什么。我觉得我们戏迷啊，有的时候真的要走这条路。就是我们黄梅戏实际上它的年龄，这个剧种的年龄不是很长。我们最初的黄梅戏的老艺人都是不靠字幕的，包括那个就是周山的母亲。潘锦丽老师和他的那个他们一个家族潘家呀，他们唱戏当时在安庆那代唱戏从来没有说什么打字幕唱戏的，他们就这样唱的老百姓能够听懂。我觉得我们你今天给我了一个提示，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虽然是个戏迷你做到了，可能这跟你的土壤跟你的文化修养有关系，祝贺你啊。我也是这个感觉，你热得比较慢，你唱第一句和第二句的时候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我觉得他好像今天状态好像不是很好。好就好在通过前面一半段的唱完了以后，你后面一半唱的可以说没有什么缺点，唱得很完整，而且韵腔啊、嗓音啊、咬字啊、表情啊，特别是因为有了前半段以后，你后面比较入戏了，所以呢就比较吸引我们了。我觉得下次一定要改掉这个毛病，一上来你就要入戏啊。谢谢。我们请四位评委老师表决，四盏绿灯，恭喜成功晋级。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激动，评委老师的对我的点评呢，对我非常的肯定，还有这是我想不到的，我这几年辛勤的练唱黄梅戏没有白费，我还会一如既往的去爱黄梅戏，学习黄梅戏，把自己黄梅戏演唱的水平更大的提高。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一场的首季黄梅戏戏迷群英会复赛到这里就结束了。再一次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我们四位评委专家朋友们，下一场复赛再见。